Hello， 宝宝们，夏天一到，我比较在意的是两件事情。第一个呢，我要把我全部的香水换成冰库解腻的香味。第二个呢，洗发水就要用控油型的。讲真，我是大油皮，发丝细软，天气热容易出汗，一天不洗头，我的头发都会粘在一起。我自己使用下来的日系洗发水中，控油和清凉感值得分享，就是资生堂的这款芳芬控油洗发水。我用的时候挤两个硬币的量就够了，揉开之后你会感觉到头皮很清凉，应该是里面的薄荷醇提取物起到的效果，整个头皮都会感受到很清爽很舒服。刚上头皮的时候，你就会感受到冰冰凉凉的，然后你会闻到淡淡的很清透的葡萄柚、佛手柑和酸橙，香气非常清透，就好像你手里拿着嫩到可以掐出水的柑橘果肉，再搭配头皮上的清凉感，呈现出一种很清冽的水果感，这个洗起来就很爽。而且这个香味会让我立马想到，也是这样的清透冷冽的草木莓果气息，越闻越爽。洗完吹干头发之后，你就会闻到一种很微妙的香气，来自天竺葵、尤加利和依兰，苦甜交织的草本感，把少女的微体香拿捏到位，一整个心旷神怡。这个香气就是来自于资生堂的芳芬控油洗发水。我使用完这款洗发水，一般可以两天不洗头，可以起到抑制皮脂氧化、减少出油的效果。洗完之后头发蓬松一层，同时含有银杏叶的提取物来帮助缓解油性头皮的不适，让我的头皮清新一下。不论香气还是使用效果，资生堂的芳芬控油洗发水呢就很值得入手。跟我一样油头发、丝细软、头发扁塌的宝贝，真的可以尝试一下这一款。